坐吧。小琴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知道我的家庭，也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吧？啊，不，我知道，您先生身体不大好，是您坚持要照顾他，每月都去料理他的生活。你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啊，都经历了什么。我和我丈夫是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。那时候我们家很穷，可过得还挺幸福。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女儿，都很爱她，以为日子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过下去了。可没想到我丈夫啊，迷上了赌博，后来就一输再输，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。后来我们就搬进了这么一个破屋子，简直就不是人住的。可丫丫一点都不在乎。丫丫，就是我女儿，在我心中啊，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，又可爱又懂事，从来也不嫌家里穷。比如邻居家有个好玩具什么的，她也从来不羡慕，就喜欢我给她编的这些中国结。只要有了这些中国结，她就很愉快很开心。可我觉得上帝对她太不公平，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，我心里一直深深的内疚，所以我就想啊，要凭自己的力量冲出去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，一个富裕的家。于是我就下了海，一个人出去闯世界。开始呢，做倒买倒卖的生意，后来做集资，做期货，做珠宝，再后来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钱。可是当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我丈夫因为还不上赌债，被人逼成了疯子。我女儿因为没人看管，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跑回来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自己为谁挣的钱，也不知道这些钱到底还有什么意义。再后来我赚钱就赚成了机器，我只知道我要赚好多好多钱，我要把丈夫的病治好，要把女儿找回来，我需要好多好多钱。为了强迫自己奋斗下去，我把老家的家具都搬来了，又编了好多好多中国结。我也幻想着有一天一家人团圆的日子。可是我的梦想一个一个都破灭了。其实我从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有很多很多地方像我丫丫，差不多的年龄，差不多的容貌，更重要你与世无争。所以呢，从一开始几百人竞争的队伍里，我一下就看中了你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
可能是人老了就喜欢怀旧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啊，也就跟我女儿一样了，算是我的亲人。我只希望你能明白我的一番心意。我明白。小笑，在对苏小兰问题上，我有点不太同意你的观点。根据我和小兰同志这么多年的接触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在感情上有点丰富细腻。好，用你的话来说，就是在法和情之间有一个思想斗争过程。啊，再说，从她的出发点而言，还是为你考虑嘛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请进。唐总，是不是该做饭了？小琴，你跟我说心里话，你到底爱不爱雨墨？不爱。他一会儿要来，你们又可以见面了。真的？他什么时候？我请了他到家里来吃饭，你们好久没见，你好好陪陪他。这回我要送他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，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以后你们要见面恐怕难了。那好，我先去做饭了。陈总，小莫最爱吃我的香菇菜心的，可是香菇找不到，我只能炒青菜，青菜漂汤。哎呀，如果小莫不爱喝怎么办呢？只要是你做的，什么他都能爱吃。都洗好了，就等小莫来可以炒了。一会儿小莫来，你就让他喝这瓶酒。你是女孩子，就别喝酒了。小莫还没来，还有时间，您就教我变中国结吧。好吧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你手真巧，让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。哦，对了，小莫差不多啊，也快来了。
我就不打搅你们了。上回我交给你的那张电脑磁盘，你放哪儿了？在青藤巷的老房子里，我妈的房间里有一张相框，相框里摆着是我小时候的照片。您打开相框的背面，就可以找到那张电脑磁盘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藤总，我来帮你吧。开车。是你吗？小莫，是我，我是小莫。
你怎么了？我实在太想你了，小莫。你黑了，你瘦了，小莫，你可以再吻我一下。 永远是我最爱的未婚夫，姐，我错了，我们原来都错了。昨天晚上我去见了文文。 他懂事儿了，他说他爱我，姐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文文，我对不起所有的人。 这是我女儿小琴，怎么那么像丫丫呀？你怎么也知道丫丫？她是叫丫丫？是啊，她小时候叫丫丫。丫丫是个好闺女，她帮我做好多好多的事儿。那时候啊。 他才那么丁点儿高，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？你请坐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。这张电脑磁盘里储存了一本科科公司的案账，是藤林出逃前交给我的。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意志，也没有反抗过他的命令。他是从来不会真正信赖一个人的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能信赖我了，所以才把这张电脑磁盘交给了我，也可以说把他的命也交给了我。那现在我还是背叛了他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条永远也走不通的路。你要把这张磁盘交出去。我把萧简的电话也输了进去，他给我电话的时候说以后用得着。萧简是个好人，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终于明白只有他那条路才是对的。小莫，你要把这张电脑磁盘交上去，争取宽大处理，戴罪立功。小莫，我不想你过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，也不想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见人呢。姐，我懂，我懂。可是这张磁盘牵涉了多少人，多少事儿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不，小莫，你不是自私，你不仅仅在救自己，还在救很多很多的人。我们现在都陷在一个泥潭里，有人在岸边想把我们拉上来，你说我们怎么能够错过那么好的机会，任凭自己越陷越深呢？你就算不为任何人着想，也该为他想想吧。你就忍心让他等你一辈子吗？或者你就忍心让他也掉入这个泥潭里来吗？姐，你别再说了，那只是我一时的冲动。不，小莫，你不是一时冲动，你爱他，你不要再逃避这个现实了。我为你高兴，她是个好女孩，值得你好好珍惜一辈子。我没结过婚，我没有孩子，我是捡垃圾的，捡破烂的，我从来不捡孩子。可是看他在笼子里哭，哭得那么伤心，叫妈妈，我就把他带回来。我家里穷，靠捡破烂养活他。他待我好，我也待他好。那他有没有说起过，他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住哪儿啊？记得了，他只记得他小时候叫丫丫，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小晴，他不肯。他说他叫丫丫，他要找妈妈。他跟我捡垃圾、捡破烂，我们找了好多好多的地方，就是找不到他妈。我舍不得他哭，我就陪他找啊。找啊，找不到。我把家里都卖空了，我给他上学，他书念得好啊，他争气，他不嫌我这个捡垃圾捡破烂的，他老是搀着我的手带我到他教室里去，坐在第一排开家长会。我有这个好闺女，我抬得起头，我抬得起头。我听老师报成绩，我竖着耳朵听，怎么没听到丫丫的名字？我就跑去找老师，老师说
你女儿不是叫庄小琴吗？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，我丫丫也哭了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就是我的妈妈，我就是你的闺女，我叫庄小琴。”她是第一次叫我妈妈。妈妈，第一次。怎么，你也哭了？怎么那么巧？我女儿小时候也叫丫丫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不找妈妈了。但是我知道她心里想妈妈。她每到我晚上睡着的时候，总是把中国结给拿出来，一个人偷偷的哭。你就叫我变中国结吧。中国结？是啊，红红的中国结一直挂在他的身边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总觉得你说话怪怪的。我只是想把该说的话都说完，你不会嫌我啰嗦吧？什么叫把该说的话都说完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你了，今天晚上叫你来，一是实在想念你，二是有两件事要托付你。第一件事，你千万一定要把这张电脑磁盘交上去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这是我唯一能救你的办法，也是我最后能替你做的事。姐，第二件事，你千万不要接近曲立伟。曲叔叔，今天就是他打电话给腾林说你要自首，腾林让我设下这个圈套把你骗了，在酒里下了毒。下了毒？杀了你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快点，开快点！小莫，姐不能再陪你了。你喝了毒药，这是我最好的选择。不，姐，你不能死，带你马上去看医生，马上就去医院。姐，小莫，不要再为我操心了。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的温暖，直到我遇见了你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你，
的确定。你懦弱、虚弱，甚至还这么的自私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你，也许就因为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有那么一种健康的人生，这对我来说都是永远向往。我也知道是我永远都得不到，我从来都不奢望什么亲戚爱情，这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遥远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又一下子知道了，我有了妈妈。妈妈，所有的幸福一下子涌到了我的眼睛。我真怕眼睛一眨，它又会偷偷的溜走，我又会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，永远都不会走。我要把我的幸福留住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我真怕我以后再也不敢勇敢地去面对他。心疼向的妈妈，她是个好人，她一辈子为了我。你放心，姐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你说。你怎么也没想到吧？她是我妈妈。说唐林，答应我，姐，他把你害成这样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答应我，不要杀了他，不然你就会背负更大的罪名。姐，答应我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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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一下。
爱过的男人。只要能救云墨，什么事我都愿意去做。快点。小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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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小琴临死之前给你留下的。小琴太傻了，
为了你，他太傻了。不，他是被你逼死的。如果他没有你这样的妈妈，他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。不，不是我。不是我。